从模特儿转战演艺圈的女星陈婷妮，近来不止拍了电视剧《聂小倩》受到关注，她还首度进攻大荧幕，和徐伟宁、王伯杰一起演出电影《失控谎言》。工作一直都非常忙碌的她，近日似乎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休息。陈婷妮23号就抛出了一张自己穿着红配绿比基尼趴在躺椅上的养眼照片，只见她超纤细的水蛇腰和蜜桃般的白皙翘臀超吸睛，让粉丝直呼这曲线太迷人。人了，妮妮根本是背影杀手。隔一天，妮妮又放送了一张她坐在海天一色水中央的性感照，一样又是比基尼，只是小裤裤的颜色换了。这张照片更完美展现了妮妮的模特曲线，让不少粉丝跪求转过来，好想看正面。